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，今天一副来盘坑的。好，最近因为打脚棍的原因，没什么时间盘坑了。今天没有去做海带，所以就过来找了一个这一个青坑啊。这坑挺大的吧？这里面还有个坑挺长的，哇，那里面一个洞挺长的。期待今天收获多多吧。这不大，应该就五六十平，应该差不多。我们庄长给他开盘吧。开始先抓吧，哦，看到一条，哎，大货，一条，哦，好，好不了吧，先给它抓了再做。对，大货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哦，大货，哎呀，喂，这边，哇，哦，哇，哦，角落，可以，再举给他的，哇，哦，这边围着一堆，看，嘿，都被吸住了。真的是群雕乱舞吧！站过，这边，哦，这边，看，哦，哎，好，嘿，有肉，也是肉，站过，这石头给它盘起，哇，我刚才，啊，这边怎么都是那个什么味道，腥味，盘起，不管它，我先盘石头了，盘盘石头看有没有货。哇，都是螃蟹！来，是，那一只被压扁扁了，不管它，不然它。哎，哦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不管你的，小鲫鱼，这都必须给它安排，妥妥当当。有没货？这个，嘿，哇，这边一下威廉吃在这边，呜，黑掉，上货，一跳也没远，来，要没远的，上货。这群雕乱舞的坑啊，抓的特别爽。这也是，哎呦，嘿，这边也是到世界搁浅了，来，跟大小明讲，哇，来跑。我舍不得使劲捏你，捏你一下就捏住了，啊！这大石头已经给它碰一碰，哇，这边也是，哇，那脚鱼仔，哦，来，跟大熊回家，等我。哇，哎，这边还有，哇，都是那个叫什么脚鲫鱼啊，特别多。我个头有点太小了，我先抓出来一只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边，哦，吸着石头的，来，石头一起出来。那白混白有老个不好，收来了，这个，糊了一个。这么小的，特别多。这种脚鲫鱼，要是再大一点的话，拿回去下饭特别可口。给它清，哎，四罗一个，中了。嘿，哦，洗干净，有肉，无肉，中了。这边再，哦，这边还有，哇，今天这个坑真的是群雕乱舞。来。来，跟大熊回家，看，哇，还有十几户都搁浅了，赶紧上货，哎，上货。专渔获的，直接钓新鱼的，一条接一条的。这口袋坑可以呀，哦，还有十几公呢，站过。满石头盘的气喘吁吁的。海带、小螃蟹，这种
风机不找了吧，我们那边再看一下，没有我们去看周货。感觉又找了一大圈也没货，不过今天这个好歹坑啊，清坑，去找了清坑，好歹坑，直接一大群丢乱骨啊，场面特别壮观。走走走，我们看周货去转。今天看十来只黑雕吧，好，连个这个螺，这个应该可以卖个百来块，应该可以的。然后黑雕一次差不多3连多吧，赚起来也有30斤了，可以了，已经算它这小的算它55吧，连百到手了，本来其实这差不多加起来也就300多吧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赚点嘴，赶紧抓紧拿回去给他们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群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